专心吃才会怎么样？才不会饿饱饱。才不会饿饱饱哦？什么叫饿饱饱？啊，阿姨吃东西不要坐上面。对，吃上面，在上面吃东西会有屑屑，要在沙发上。哦。就吃那个芒果糖哦。对呀、啊。他自己拿的啊！我说吃完早餐才可以吃啊！咦，妈妈又说，妈妈说爸爸，又不是我吃。妈妈，爸爸说。妈妈又说你吃长芒果糖，结果一直讲我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刚刚狼的目的就可以一直讲我。嗯，为什么依依一直吃吐司？为什么依依一直吃吐司？哇哈哈！全都是因为依依最爱吃吐司。嗯，你们那个用量太恐怖了，一天就用一两包。包会不会吧？上次买了是小包的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在看《邪恶大魔王》啊，《邪恶大魔王》。你说要买电视？哦，电视那个、哦。对，在下面那个。这样挡住球就不会跑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嗯、哦，球跑进去很难捡。对呀、哦。我看你吃吐司很像很好吃的感觉。嗯，有很好吃吗？